台中机场免签案重新整理透天，不用包车，直接走出门坐飞机。哇，这室内真的有够大，绝对不是拍出来的哦。楼下预测也不小，坐在里面滑手机都不想出来了。一楼还有孝亲房，长辈居住很方便。厨房明亮，后面还有置物柜，楼梯宽敞。每间房间真的有够大，直接入住真的超赞，重点是还免签万哦。进机场，但完全不会吵。直接走出门坐飞机就是赞，全栋翻新整理还有孝亲房。走出巷口即有公车站，进公馆国小，进国道三号，捷运蓝线，交通便利，台积电即将进驻，未来增值性一定强。二楼备有干湿分离卫浴，有兴趣快来电哦。